验的时候，其实我都是做比较小件的，很像试片的作品，跟我最后现在的成果其实是差很大。又进去烧的时候，它会收缩，所以我在做小的试片的时候，其实它的收缩并没有那么明显，它就是完整的一块。第一次烧出来的时候我很惊讶，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，然后全部都是分开来的，就是这样不断的尝试，最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釉跟土，事实上我一直在追求那种，他们之间关系的表现的那种极致，那一种危险的感觉，可能也是作品会吸引人的原因。我觉得那是作品里面很重要的因素。现在我会局部的保留釉滴流的样子，让它看起来更危险。对我来说，那可能是一个我必须要克服陶瓷很脆弱的这件事。好像从过去的创作到现在，我都是比较偏好类似圆形的那种造型，因为方形的东西你就必须要很精准，可是我不喜欢精准的东西。它一定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，它最后的样子都是它自己收缩或是自己生成的，你没有办法控制。事实上，我一直试图摆脱用故事的方法去解释我的作品。我很刻意的，应该说去摆脱掉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一直在找我想要创作的那个材料的本质。陶瓷它从过去它一直是以一种工艺品生活陶的姿态出现，要把陶瓷的材料的社会性凸显出来，就必须回归到陶瓷的本质，就是土这个材料的本质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土粉成型的方法。可能还是要继续寻找它，除了土堆或者是一层土一层釉的堆叠方式，还没有别的这种成型的方法。粘土的过程其实是很无聊而且很费体力的，所以就是一直粘土就对，那是一个重复的动作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脑袋会自己在想一些别的事情。我觉得创作还是在就是那种移动的身体，当我的身体是移动的，然后又是独处的时候，那一种状态下好像我比较容易进入创作的有灵感的时候。